把周瑜翔给换上来。鲁伯逊的超球露出了空档，但是犹豫一下，最后交给 Washburn 保险拿下两分。Washburn 在这个位置，今天一场比赛农历年前是上场了17分钟，也创下本季的新高。Washburn 篮底下精彩的脚步，要帮安宁奎上课了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点哦。那基本上敏哥去做单打，先看 Washburn 这个内线的脚步，他为对到联盟的每一位中锋，我觉得他都基本上。在撞在对手身上之后，球差点要掉了。Washburn 再把球拿回来，一样打低位，绕过篮筐，拿下分数。位置是他常常会站的地方，而且在Ryan教练体系当中，也是常常会利用这个 corner three。哇，这一次的反手打板，裁判响哨了。Washburn 今天在低位攻击的成功率其实并不理想，这一球高难度打进，对他来说应该可以增添一点信心。对， Washburn 这个脚步跨得非常好，然后在这个高度上面又有制高点可以去放球。那在领航员的部分，其实在球队队形上面，两分出手的次数就有一个跳投的机会。防守逼出来，迫使杨金敏传球出现失误，前面三个打两个，绕过篮筐，攻击的是陈玉瑞。哦，玉瑞这一球飞的一个成功率相当的高，然后都找到一个重点的一个得分点。安妮奎要想办法顶住这一球，是，结果整个拿球一个掌控的一个球权上面增加了，那也有，这也是相当聪明的一个选择哦。有时候两罚都进，有时候他的得分虽然那个出手被盖。领航员快攻机会，关达佑交给 Washburn， 踩一个脚步再抛投球进。往后发给杨敬敏，阿敏个人单打剩下5秒钟，传球受到沃许本的干扰出现失误，第17次助攻正式打破联盟纪录。篮底下强打沃许本，还是靠近篮筐还比一个 too small。曼尼高空中拉一杆，没有把球放进，传一个地板，又是转换攻击，张镇雅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命中，就像滋味，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好，还要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来看一下阿本下滑到禁区，吸引包夹，也让外围的张镇雅露出了空档，那就是一次把握住三分。是，我在领航员确实他在控球后卫当中战力是比较吃紧的，所以在轮替上面真的是要能够很好的串联，找到射手的机会。哇，这凯燕也试着去压迫他，这个空间应该没有问题哦，好不好？不要给，对吧？给 Washburn 这样的空间，进攻节奏必须要来拉得更快，然后防守端上面，两次靠近篮筐攻击都没有把握，第三次总算有了。是，而且在内线当中，5分钟里面对国王队来讲就很关键了。对，国王的一个得分点上来，就是在这两场比赛就是没有这么要到犯规。加上这一颗罚，对，奥西本他今天在这个没有那么的突出的一个表现哦，感觉上命中率跟他的一个放球手感稍微差了一点，但是还交给杨敬敏。内线缩防过来，没有太好的机会。哇！结果沃许本把球抄到，这是一个 show time， 单手暴扣。时间已经不站在国王队这一边了。